一鼓作气，鼓油上来，收到。哎，应该上去了啊。有动物，有看到哎。哪里？
会有好大一只鹿。鹿啊，是吧？嗯，这边会有水鹿。因为那边有温泉，我们营地已经到了，在前面那边。嗯。跑掉了。嗯。该有鹿到吗？哦，有在那边的山壁，在最远的山壁。应该相当高，他还在我的车头。有，他在那边山壁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有没有看到鹿呢？有，他在水那边直跑，他屁股。我来过，我过去就到了。跑到那边去了，看到了啊。右边这一块，然后我们扎营会在右这边上面。哦，这有温泉的。哎，那边有温泉，那边明天就会弄了。